在我们家的这个地方，每年4到6月份会有一种从老衲老家俄罗斯游过来的鱼，我们这叫金滩头和银滩头鱼。每年我和老衲都过来买点，过了这个时间再想吃就得等明年了。多少钱这个？就60一条啊。俄罗斯也就啥，也就合人，也是俄罗斯的。多少钱一条？人民在俄罗斯也就合啥？3块钱一条，3块钱一条。那咱们这儿多少钱？大盒的，这个你能吃吗？这个我感觉能大点，你可以挑大的。来看看老外是怎么做鱼的啊！哎呀，哎呦，快说话了都！啊，需要啥帮忙吱声啊？你能干啥？哎，你看你这手法，你看你不会整啊？咋不会啊？不是好好的吗？还行哈，也行，能刮掉就行。哎呀，我比你强，大哥，那俄罗斯来的俄罗斯哥们儿。哎呀，你看这鱼皮都挺漂亮哈，是金滩头。嗯，是不是？嗯，挺漂亮的哈。来，收拾完了，起锅烧油。老王，你记住了啊，烧油必须得温度在180度左右啊，这样的话鱼煎了它就不爱肉不爱碎。知道吗？你得学点，别以后老我干你不干啊！哎，差不多了，你试试。我试。你摸一摸啊！来，摸摸。哎呦，行不行？小胆子。哎呀！疯了！哎呀！哎呀呀呀！买这个锅有点小了，倒点水。倒点料啊，姑娘，你也要学点，你过来。我确实闻着香味了，过来看看。你看姑娘都闻着香味了，是不是好吃？你妈做的肯定嘎嘎地。来吧，看看妈妈做的鱼。今天我和你妈专门给你们买的啊，这个鱼。这个鱼叫啥呀？这个鱼叫滩头鱼，每年只有4到6月份才有。那为什么只有这个时候才有呢？因为这个鱼它生在河里，长在海里，就每年这时候才回来产卵。对，然后这个鱼4月份叫金滩头，5月份叫银滩头，6月份叫黑滩头。爸爸，这个鱼是会变色吗？不是，当然不是，因为每次鱼群回来的不一样，所以鱼的颜色也不一样，知道吗？来，爸爸一人给你们夹一块儿啊，这个是你哥的，这个是米拉娜的啊。爸爸偏心给姐姐那块大，这不是怕你吃不了吗？这么点我能吃不了，那我把我的给你，然后我是你姐的。这还有点姐姐样，一会儿把碗刷了行？为什么我刷了，好心给你，让我刷碗去？不给你，我给你夹一块啊！别干了啊！